为鼓励民众接种疫苗，私照车业者 GoJet 今天宣布将派发2张价值15元的乘车券给用户，供他们前往冠病疫苗接种中心时使用。乘车券将在今天自动进入每名用户的账号，有效期是到今年8月31号。公司表示，希望借此支持我国的防疫工作。